本周 MSCI 将把中国 A 股的纳入因子由10%提升至15%，这是 A 股入模扩容的第二阶段。今年 MSCI 扩容 A 股分三个阶段实施，五月份从5%扩大至10%，8月份扩大至15%，11月份扩大至20%。